美丽的雪山，美国的怀俄明州，它的北面是大提顿国家公园，大提顿上面是黄石国家公园，它的东北是南德克塔州，南德克塔州有著名的总统山。今天的天气非常好，蓝天白云，这个寒风还是很强劲，所以我们今天戴了帽子，还戴了套头衫。这就是怀俄明州的雪山，雪山脚下有这个住家，看这个白云朵朵，住家的前面是操场，长着一摔荒草。美丽的雪山，神秘的雪山，我们来啦！我们看到你神秘的面容啦！雪山上面，白雪在融化。这是张亚东在怀俄明州卡斯帕给您带来的报道，您的订阅是对我最大的鼓励，您的点赞和评论我将及时回复给大家，谢谢您的收看，再见，拜拜。